對家律師，仲帶埋人哋踩場添啊！醒定啲啊，唔好企左邊啊！郭律師，金律師等咗你好耐，唔使我大路啦。我代表森龍農莊。咪住，你係邊個？ 我系高修成律师，我代表森龙农庄就大批农作物被污染而作废，正式向元帅工程公司追讨合理嘅赔偿。你肯定向元帅工程公司追讨？你有冇去商业登记处查过有冇同名嘅公司？你而家好明显喺度玩紧嘢话，我肯定系向杨正夫先生嘅雷霆科研公司旗下嘅元帅工程公司追讨索偿。 OK，你口口声声话污染系同我当事人有关，请问有冇实质嘅证据？我系当事人已经揾咗澳洲温尼斯大学土质研究系嘅退休教授詹令祥先生，帮我哋嘅农作物入边嘅污染物做过化验，发现同元帅系有极大关系嘅。高律师，你冇嘢系嘛？高律师咁专业，唔需要我哋帮手啊。 高律师，你今日不在状态喎，系咪翻咗以前间律师楼，突然间触景伤情啊？唔好意思，唔紧要，尽力而为得噶啦。高律师啊，你咪照直同佢哋讲，我哋要求佢几多咯？我都好好奇，你哋究竟想要几多钱嘅赔偿？290万。Uncle， 你想我点做？大事化小事，我唔想嘥时间倾呢啲赔偿嘅事，甚至于想法庭打官司，影响收地嘅进度。我个发展项目咧就同国际投资者咧倾紧，我要向佢哋交代。我会尽快安排赔偿嘅事。我唔想我反骨仔高修成攞钱攞得咁开心。我知点做噶啦，290万嘅安抚金都几合理啊。 使唔使成300万安抚金咁多啊 ？Jeff， 搞大件事，令到外界对我哋杯渡计划更加冇信心，一啲好处都冇。高律师，我会尽快安排有关嘅文件，不过我要提一提你，呢一笔钱唔系承认责任嘅赔偿金，只不过系出于同情嘅安抚金。两位觉得点啊？当然满意啦。总之有钱收就得啦，话知佢咩金啊？ 呢场官司我唔会和解，我一蚊都唔会赔，仲会一直打到底，打到你身败名裂。今次你又玩出火，咁点算啊？放心啦，我系高修成律师，打官司系我强项嚟噶嘛，使咩惊啫？我想去嘅时候，你走先。 喂，千千，执行你走佬啦！做咩啊？点解咁嘅？你带我去旅行啊？但爷衰咗啦，而家杀咗埋身要走佬啊！点会咁噶？啱啱唔系话同金嘉玲倾好晒，连个赔偿金我都倾好嘅咩？会咁突然反口嘅咩？唔关金嘉玲事噶，系李冠亨而家亲自踩场，佢唔单止唔肯和解，仲一定要上庭打官司啊！上庭咪好易处理，唔系高修成？我惊我哋一路查落去。 查到真正嘅高修成已经死咗咋？我而家即刻执行你，快啲，快啲！咩事惊惊青青啊？同边个讲电话？关单 case 事啊？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就快啲揿埋下面个钟仔 subscribe 啦！